안녕하세요. 오늘은 비읍형용사의 불규칙 변화에 대해서 같이 공부해 볼게요.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비읍 形容词的 不规则变化哦。 带着 비읍 的 形容词, 遇到 아요, 어요, 或者是 왔어요, 왔어요. 就是碰到 圈圈 的 公司 的时候, 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 비읍 消失, 然后呢, 一定要加 우 这个字。 我们直接看例子哦。 第一个例子是 덥다, 热 的意思, 덥다 的 아요 어요。 现在是口语的话呢, 去掉다之后, 下面的这个 비읍 会消失, 然后呢, 一定要加 우。 然后我们之前学过, 现在是口语的文法, 아요。 어요, 这个字的 母音是 우, 不是 아, 也不是 오, 所以要加 어요, 어요. 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 우어, 우어 变成一个字 더워요. 덥다的现在式的口语是 더워요. 过去式的话也是一样哦,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 비읍 消失, 然后呢, 一定要加 우. 然后呢, 这个 母音是 우. 不是 아, 也不是 오, 所以呢, 加 왔어요, 왔어요. 우엇, 우엇 变成一个字, 왔. 더웠어요. 热的过去式, 더웠어요. 下一个, 춥다, 冷的意思. 去掉다之后, 下面的 비읍 会消失, 然后呢, 一定要加 우. 母音是 우, 所以呢, 要加 어요. 우어, 우어 变成 워. 추워요, 추워요, 冷的意思. 那 춥다的过去式呢? 去掉다之后, 下面的 비읍 会消失, 要加 우. 然后呢, 这个不是 아, 也不是 오, 所以呢, 왔어요. 우엇, 우엇 变成 왓. 추웠어요. 冷的过去式 口语. 추웠어요. 第三个例子是 맵다, 辣的意思. 去掉다之后, 下面的 비읍 会消失, 一定要加 우. 然后呢, 因为这边是 우的关系, 要加 어요, 어요. 우어, 우어 变成 워. 매워요. 辣的意思. 过去式的口语的话呢, 去掉它之后, 前面的 비읍 会消失, 一定要加 우. 然后呢, 加 왔어요, 왔어요. 우엇, 우엇 变成 왓. 매웠어요, 매웠어요. 过去式的口语. 귀엽다, 可爱的意思.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这个 비읍 会消失, 然后呢, 一定要加 우. 母音是 우的关系, 要加 어요, 어요. 우어, 우어 变成 워. 귀여워요, 귀여워요. 可爱的意思. 过去式的口语的话呢,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这个 비읍 会消失, 然后呢, 一定要加 우. 然后这个 母音是 우的关系, 要加 过去式 왔어요, 왔어요. 우엇, 우엇 变成 왓. 귀여웠어요, 귀여웠어요. 过去式的 口语. 第五个例子是 어렵다, 难的意思.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这个 비읍 要消失, 然后呢, 一定要加 우. 因为 母音是 우, 不是 아, 也不是 오, 所以呢, 要加 어요, 어요. 우어, 우어 变成 워. 어려워요, 어려워요. 难的意思, 现在式的 口语. 过去式的话也是一样哦,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 비읍 要消失, 然后 一定要加 우, 然后后面要加 过去式的 왔어요, 왔어요. 우엇, 우엇
변청 what 어려웠어요 어려웠어요 过去式的口语下一个 쉽다 简单 容易的意思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这个皮会消失然后一定要加 우 무인스 우的关系要加어요 어요 우어 우어 변청 쉬워요 现在式的口语 쉬워요 那过去式的话呢 去掉它之后，下面的皮会消失，然后呢，一定要加五。무인스우的关系要加었어요。우왔우왔变成쉬웠어요。쉬웠어요。过去式的口语。下一个，무섭다，可怕的意思。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皮会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무인스우的关系要加어요，어요，우와우와，变成무서워요，무서워요。现在式的口语。过去式的口语的话呢，去掉它之后，因为我们要套的公式里面有圈圈的关系，这个皮要消失，然后呢一定要加五。 무인스우的关系我们要加었어요우와우와变成와무서웠어요무서웠어요过去式的口语第八个例子시끄럽다吵的意思去掉它之后下面的这个皮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무인스우的关系要加 어요우와우와变成와시끄러워요시끄러워요现在式的口语过去式的话呢去掉它之后下面的皮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무인스우的关系要加었어요우와우와变成시끄 러웠어요. 시끄러웠어요. 过去式的口语. 무겁다. 重的意思.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皮会消失. 一定要加 五. 무인스우的关系要加어요. 어요. 우와 变成 워. 무거워요. 무거워요. 重的意思现在式的口语过去式的话呢去掉它之后下面的皮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무인스우的关系过去式要加었어요우왓우왓变成무거웠어요무거웠어요过去式的口语下一个가볍다 轻的意思，去掉它之后，下面的皮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这个母音是"u"的关系，要加"어요"。"우와"变成"와"，가벼워요，가벼워요，轻的意思，现在式的口语。那过去式的口语的话呢，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皮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这个母音是"우"的关系，过去式要加었어요。우와变成와，가벼웠어요，가벼웠어요，轻的意思，过去式的口语。下一个，고맙다，感谢的意思，去掉它之后，下面的皮。 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무인스우的关系要加어요，어요，우와우와变成고마워요，고마워요。现在式的口语。过去式的话呢，也是一样，去掉它之后，下面的皮要消失，然后呢一定要加五。무인스우的关系过去式。 要加었어요，었어요，우왓우왓变成고마웠어요。
고마웠어요. 过去式的口语 뜨겁다, 烫的意思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皮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 母音是五的关系，要加哦哟。 우워우워 변성 뜨거워요 뜨거워요 烫的意思 现在式的口语 过去式的话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这个비읍要消失 然后一定要加五 母音是五的关系 过去的公式要加었어요 었어요 우워우워 변성 뜨거웠어요 뜨거웠어요. 过去式的口语 마지막 最后 차갑다 冰的意思 去掉它之后 下面的皮要消失 然后一定要加五 母音是五的关系 要加哦哟 우워우워 变成 차가워요 차가워요 现在式的口语 过去式的话，去掉它之后，下面的皮要消失，然后一定要加五。母音是五的关系，过去式要加었어요。우엇우엇变成웠，차가웠어요，차가웠어요。过去式的口语。감사합니다.